如闻医生特邀专家张银刚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。什么叫腕管综合征呢？我们知道腕管里边有很多重要的结构，比如说正中神经，还包括一些肌腱。尤其什么叫腕管综合征呢？就是说里边由于我们经常的活动，经常的劳损，里边有些肌肉肌腱进行肥大肿胀，空间小了，压迫神经引起的一种症状，压迫正中神经，我们叫腕管综合征。主要表现为就是说正中神经支配的区域，就是说这边三个半指头麻木疼痛就是拇指、食指、中指还有无名指的一半引起的一些就是说麻木疼痛肿胀，我们叫腕管综合征。